这里是好茶村。阿生，你要自我介绍，快点，打广告，打广告。阿生，你要打广告，快点，快点呐！宝宝，你会很多 case 呢，快点。他是老板，快点转头。海沙，太渺茫了，你的耶。他在上楼，金要放哪里？呀，一个男主角怎么跑掉了？我要独照啊！啊？什么？你要独照？我要独照。第二员工。宝宝会有人认识你呢，吼、哦！对呀、啊，看看看那个Facebook 有没有人认识你？宝宝会联系我，这个男人我知道。好久没有跟他。宝宝会有国小、国中、大哎大学，应该没有到大学吧？所以看我认真的男人在这里，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了没有？好了，这样很假呢。一分钟就够了。好，换你。对呀、啊，这个用完还有一个啊。又煮到了，帮你蒸第二次。哎，太假了。很假吗？好了，他们很认真。够了吧嘞？嗯，你们那边还可以用很多吗？对啊，我们这一层就好了呢，不要半车的人过去，我们就够了。漂亮。要很多吗？要一分吗？我挺贵的。你们那个要接完呢、啊。还是老哥。啊，我的表哥，我的表弟，好像啊，什么啦？怎么样？工作，我在拍你呢，表哥表弟。我在拍你呢，你要发表意见啦、啊，怎么样？谁？谁？不是。不是人呐、啊。他叫陈国辉。
圣经名字叫达干哦。小弟。怎么样了？查理，我爱你。你啥？你干。啊，那个，我那边的问题有找你了，查理。啊。哪里的问题？弟弟，我有房子啊。OK。我有房子，你不看过啊？我还没有去过呢。是哦。你很可怜的，你没房子，我的房子很多。房子。买不到啊。我多房子呀。往那边。往那边。小丽很认真呢，哈。也不然你他几个房子？好了，我说有没相信？哎，这个不对啊，你讲到相信就不对了。我在拍一个很认真的男人呢。这是我家里的，他叫我来我家工作。这。哎呀！不要误导了，好不好？回去了多久啊？没有理我。我以为好大的很厉害，没有比我厉害。嗯，好喽。好喽。好啊，你几点下班？赶快照一照，没有下班了。你知道我们没办法加班。是吗？哎，我是可以拍24小时的呢。好了，有动作就好了。好了。我会不好意思，你一直在下。所谓搅拌水泥，就是要这样。宝宝，我的朋友有没有会认识你呢？啊，叫网路网际无限大呢，你不知道吗？宝宝，我讲出这个男人我要了。不管，好，去吧。喂，又是你的心走了。哎，太用心了吼。之后水泥跟泥沙搅拌要加水，你要做，你要搅吗？这是什么？是浇水啊？对啊，水泥跟泥沙要混水，然后才可以。哦，在搅。老板耶，快点，我 Andy 了。快点，阿三 Andy。